张知县，马捕头，这位是阿福，是我的助手。希望二位能允许他协助我调查此案。能让你查案已经是破例了，就弄来个什么助手，简直是得寸进尺。阿福擅长痕迹比对和一些机关技巧，一定会对查案有帮助。嘿嘿，那叫格致学。马捕头。 用人不疑嘛，既然已经让沈先生查案了，就按他的习惯来吧。多谢知县大人。哼，要是查不出真相，再加一条妨害公务之罪，治你二人。
先生，你已经里里外外看了几遍了，也该跟张大人说说你的推理了吧？要是推不出来，也别浪费时间了，戴上镣铐，乖乖跟本捕回衙门吧。推理？现在？先生，怎么办？我们还有很多疑团尚未解开。院子里能调查的地方，我们都已经查过了。即便真相尚未完全明朗。 也必须与张知县聊一聊了。张大人，我想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案子了。既然如此，你说说看吧。死者被发现的时候，这个房间处于密闭的状态，墙上的窗户不能进出，唯一的出入口是屋门。 又从内侧被插上了门栓，当屋门被再次打开时，屋内只有我和死者两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所有人，甚至包括我自己，都会本能地认为，凶手就是还在屋内的人，我。这一来，我们便都忽略了屋内藏有第三个人的可能。哼，你倒说说看，这第三个人。 藏身柜子中的另有其人。哦，昨晚我到的时候，这个柜子就处于从外面锁住的状态。如果柜子里的人是凶手，他是不可能出来杀人的。柜子里的人若不是凶手，那会是谁呢？昨晚到达罗佩家后。
是我自己从屋内挂上了门栓，理论上在那以后，就不太可能再有外人进入现场。床下堆满了书，衣柜上了锁。当时屋内的情况较之现在，并没有什么变化，而且有近期藏人的痕迹，那也是当时屋内唯一能藏人的地方了。血迹分析表明。 案发时，除了我和罗佩，还有第三人存在，也就是本案的真凶。如果昨晚藏于柜子中的人不是凶手，那就只可能是这个人了。藏在柜子里的人，就是罗世文。你胡说！ 藏在叔叔的衣柜里干什么？对呀，先生，罗世文为什么要藏在这个衣柜里呢？这个，稍等一下，容我再想想。沈先生，请在考虑清楚后再回答本官的问题。如果昨晚藏于柜子中的人不是凶手，那就只可能是这个人了。 如果柜子藏的不是凶手的话，那就只能是罗佩了。一派胡言！罗翁为什么要躲进自己家的衣柜里躲猫猫吗？那是仅存的可能性了。谢洛克曾说过，当你排除掉一切不可能之后，剩下的即使再离奇，也是事实真相。沈先生。 罗佩藏进柜子中的理由是？不，他不是自己躲进柜子的，而是被人藏进去的。先生，如果昨晚藏在柜子里的人是罗佩，那你见到的人又是谁？是啊，你不是刚刚还说挂上门栓后？ 屋内只见到了罗佩一人吗？我想，昨天晚上我在这间屋子里见到的人，并不是罗佩，而是凶手。我昨晚到达罗佩家时，屋内灯火尚明，但我敲了很久的门，才有人回应。在开门之前，对方还特地确认我们是否见过面。 既然你昨夜见到的不是罗佩本人，早上见到尸体时又怎会认不出来？昨夜见面时，他压低帽檐，戴假胡子，又有意背对着我，加之光线昏暗。而那时，真正的罗佩，应该已经吃下带蒙汗药的糕点，被凶手挪进柜中了。你刚说的这个嘛。 你是说，这项证据能证明昨晚罗佩待在柜子里？本官怎么看不出来？这个，稍等一下。我记得柜子是樟木制成的，有香味。我应该能出示更确凿的证据。你可有证据能证明藏在柜子里的人就是罗翁？ 说，这项证据能证明昨晚罗佩待在柜子里，本官怎么看不出来？这个，稍等一下，我记得柜子是樟木制成。
你可有证据能证明藏在柜子里的人？这是先生对尸体进行初步调查的结果，它能说明很多问题。首先，罗佩的头发上能闻到轻微的樟木香味，这能证明他在衣柜里待过。 此话怎讲？这个柜子是樟木所制，有香味，可驱虫。衣物放里面一段时间会染上香味。罗佩的衣服染香，头发却不该染香。除非……罗佩在衣柜里待过，并且他的头是一直贴着柜板的。你不要忘了，罗翁平时是戴帽子的，那也可能是帽子上的香味。 这顶帽子上没有香味，因为经常穿的外衣帽是不会被放进衣柜中的。嗯，沈先生的分析确实有几分道理。本官很想知道，在死者的尸体上，你还有什么发现？大人，请看，死者领口有一些白色的糯米粉，那是朝高的碎屑，说明他和我一样。 吃下了带有蒙汗药的朝高，死者被人连刺三刀而亡，身上却没有抵抗伤，也侧面证实了这一点。死者贴着假胡子，却有些不牢，明显是被人摘下来又贴回去的缘故。这些细节都印证了我刚刚的推论。昨天晚上，我见到的罗佩，是凶手假扮的。什么人胆敢假扮成罗翁？ 沈先生这番分析有一定道理，不过，直到马捕头破门而入，屋子一直处于反锁的状态呀。对呀，凶手是怎么做到在反锁门栓的情况下离开屋子的呢？大门是唯一的出口，而门栓只能从屋内插上。二位请看。 这便是破解门栓之谜的关键证据。这是木茶？对，关键就在这颗木茶上。这我就不懂了。拆柜板的时候掉落一些木茶在柜子里。 不是挺正常的吗？不，这不正常。首先，木茶并不是落在柜板上，而是出现在一堆洗净的衣服中间。更重要的是，柜子内的板材是防腐的樟木，而这颗木茶是松木材质。阿福仔细比较过它的材质和纹理，反而跟门栓断裂处是一致的。换句话说。 是什么理由导致木茶出现在衣柜里？现在还没法完全推断出来。不过，这个问题在现阶段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木茶进入衣柜的时间，以及这个时间所揭示的事实。沈先生，不要卖关子了，快告诉本官他揭示了什么事实。很简单。
木柴会出现在衣柜中，说明他从门栓上崩裂的时间比衣柜上锁的时间要早。也就是说，门栓断的时候，衣柜的门还开着。先生，我们所知的最近的衣柜门还开着的时间，应该是在你醒来之前吧？没错。这不就说明？说明在马捕头踹开门之前，屋门上的门栓就已经断了。换句话说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密室。不愧是先生啊！我说呢，那个门怎么一脚就踹开了？当时还以为是房子的木头老化了。凡有接触，必留痕迹。凶手自以为杀人嫁祸计划天衣无缝，却是百密一疏，将木茶落在了衣柜之中。而这颗小小的木茶，不仅暴露了他的诡计，更让我顺藤摸瓜，推出了他的真实身份。杀死罗佩的凶手就是。本案的凶手正是你，罗世文。你胡说，我怎么可能杀死自己的亲叔叔呢？谢老爷，你得为我做主啊。这人一定是为了给自己洗脱罪名污蔑我的。这个嘛，沈先生，你认为罗世文是本案凶手，有什么证据？这事儿可不能儿戏呀。我们刚分析过，门栓不是在撞门时被弄断的，而是提前在屋内被弄断的。屋子呈现的所谓密闭状态，不过是凶手制造的假象。在整个过程中，他看似是在敲门，实则是确保门不会被其他人打开。直到马捕头出现并上前踹门，凶手在马捕头踹门的瞬间松手，这样就能先入为主，让大家相信屋门已反锁，进而误判整个案件。你们都被他的演技欺骗了。好啊，你是白眼狼。这不是我。罗世文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的手法只是一个自以为很巧妙的诡计，因为他有一个软肋足以致命。什么软肋？整个诡计想要成功，你必须保证屋门始终处在自己的掌控之中。我据此反推便能确定，罗世文，你就是凶手。你胡说！罗世文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他血口喷人，人心险恶，恶意重伤，伤天害理。我也必须要说点什么了。沈先生，你编了一个故事，又讲了一堆歪理。可是，你看见它发生了吗？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说的就是事实？依我看，你才是欺骗大家的那个人。你的这些说法又有什么凭据？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我根本没有动机做这些事。他找得很准，留给我的调查时间太短了，我还没能完全查清杀人动机。罗佩是我的亲叔叔呀，我怎么会想杀他呢？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我之间，咱俩这是第一次见面吧？没错，此前你我素不相识。既然素不相识，我何苦要通过杀害亲叔叔来陷害你？既然素不相识，我当然不可能知道你昨天晚上会来访，又如何能设计陷阱来栽赃你？我撞破你行凶，怕是个巧合。巧合？你不是说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诡计吗？
沈先生，你们真的素不相识？的确如此。既然你俩不认识，罗世文确实没道理陷害你。先生，情况对我们好像不太妙。沈先生，你是不是弄错了呀？哼，不会的，我先生的推理从来没有错过。推理？那只是你们的一面之词罢了。证据呢？你们有吗？请凭那颗木茬吗？这个嘛，罗世文说的也有一定道理。沈先生，有进一步的证据能证明你的主张吗？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你确实无法告发罗世文。要是弄错了，本官可不好办呢。早就听说自诩侦探的人中也有不少无耻之徒，今日算是遇到一个。沈先生，你没证据？目前还没有。那就只能把你们都抓回去大刑伺候。可恶，都推理到这一步了，还是要被他逃掉吗？先生，你再努力想想啊，是不是还漏掉了什么线索？你不是说过吗？你对你的记忆宫殿很有自信。能告发罗世文的证据，一定还存在于这个房间之中。凡有接触，必留痕迹。证据不是不存在，只是未被发现。以本物之相，及本事之相，次第安顿于各处所。桌上到底缺少了什么东西呢？书桌上缺少的东西是罗佩的手稿。砚台上的素墨还没有完全凝结，毛笔上的墨也未干，说明昨晚有人在书桌前写过东西，可能是罗佩，也可能是假扮成罗佩的罗世文。不管是谁，现场都应该留下手写的书稿，除非有人将书稿拿走了。那些书稿是什么时候被拿走的呢？这件事我应该有印象的。调查这张书桌的时候，总有一种微妙的异样感，要把这种感觉牢牢抓住，那将是潜藏在我记忆中的关键线索。想起来了，初次醒时我曾见到过桌上摆着书稿，只是调查书桌时那种异样感的源头，说明书稿是我醒来之后被拿走的。有人在调查过程中藏匿了线索，是谁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可能性最大的当然是凶手了，不过也无法完全排除其他人藏匿线索的可能。其他的可能？其他的可能性出现的概率有多高？非常低。现场除凶手之外，没人有动力藏匿线索。我们对这些低概率事件的态度是暂不列入假设。我现在很忙，你可以走开吗？我在帮你梳理案情呢，大侦探。假设凶手在调查过程中藏匿了书稿，这份书稿对他一定非常重要。书稿里到底写了什么？作案动机、关键证据、死亡遗言，还是书稿本身价值不菲？可
能性太多了。你更应该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白天冒着风险也要拿走的东西，当天晚上却没有拿走？难道书稿在凶手离开现场后发生了变化？比如罗佩没有立马毙命，苏醒的他在书桌上留下了死亡遗言。不对，书桌上也没有留下他行动的痕迹，至少应该有血迹之类的。不要总是把问题复杂化，真相往往是简单且符合直觉的。为什么白天冒着风险也要拿走的东西，当天晚上却没有拿走？虽然有些难以置信，但似乎凶手在离开现场时遗忘了一些事情。再次进入现场后，他意识到书稿可能会成为对自己不利的关键证据，才不得不铤而走险。本案是蓄谋杀人，诡计是事先计划好的，否则无法做到如此环环相扣。凶手又是个心思缜密的人，现场也是经他处理过的，什么样的事会被他遗忘呢？真的每件事情都在凶手的计划之中吗？是了，有件事凶手确实无法计划。凶手计划之外的事情是，会是假扮罗佩这件事吗？不对，这就是他原本的计划。凶手计划之外的事情是，连罗世文自己都说他不可能事先知道我会来访，但不管他是怎么说的，他事实上设计了一个密室，把案件嫁祸到了我身上，我成为这个杀人计划的一部分，这本身就是最不合理的地方。那如果你没有出现呢？显然凶手还有另一个杀人计划，也是他原本的方案。凶手没料到我会中途到访，并坚持要见罗佩，打乱了原计划的执行。得知我与罗佩素未谋面后，他临时改变计划，假扮罗佩引我进屋，想让我当替罪羊。那么凶手原本的计划是？或许凶手原本的计划是伪造抢劫杀人的现场。罗佩是知名作家，应当有不少钱财。不对，密室是凶手的核心轨迹，如果原计划是抢劫杀人，就没必要伪造密室。那么凶手原本的计划是？如果我没有出现，这间密室中就只剩下了罗佩的尸体。很显然，凶手原本的计划是让罗佩在密室中杀死自己，他想伪造罗佩自杀。若原计划是伪造自杀，消失的书稿中就有可能藏有。我知道了，现场必然会有一份遗书。沈先生，你再磨磨蹭蹭赖着不走，
本捕可就要动粗了。且慢，张知县、马捕头，我已经知晓凶手的全部轨迹，能否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沈仲平定然还你们一个真相。大人，不必再听他妖言惑众。看你如此在意，本官反倒想再给沈先生一个机会。沈先生，请说吧。虽然本官觉得你应该已经山穷水尽了。我与罗世文素不相识，却能成为他密室杀人诡计中的核心一环，是因为罗世文临时改变了计划，而他原本的计划是伪造罗佩在屋内自杀。原计划是伪造自杀吗？沈先生，你的这个说法可有凭据？根据我的推理，凶手在离开现场时不慎将一份伪造的遗书落在了屋内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沈先生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在信口雌黄啊？你要是有什么遗书，就拿出来给大家看啊。若伪造遗书一事为真，本府立马将罗世文拿下。马捕头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吧。我初醒来时曾见到书桌上铺着一张纸，你可有印象？你这一说好像还真是，不过又好像记不太清了。马捕头曾反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现场，然而在调查时，凶手就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偷偷将遗书藏起来了。我们一起再搜查一次房间，只要找到遗书就能证明我的观点。沈先生，我劝你不要再拖延时间了，你编故事的能力真是比我们这些写小说的都要强啊。沈先生，今日本官已经听了很多的推理，你的分析虽然听着都挺有道理，但毕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。本官断案还是需要看到实打实的证据。张大人明察秋毫。你既然主张屋内有伪造的遗书，你就有义务找到它。本官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指出，你说的遗书究竟藏在哪里？县老爷，其实一次机会和两次机会的差别也不大，不如在最后给一次机会。这是沈先生刚刚自己说的话。感谢张知县成全，一次机会够了。哼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证据存在。那么就请沈先生指出吧。先生，咱们只有一次机会，这可怎么办？到了这个时候必须赌一把了。遗书就藏在这个地方。是什么地方？当然是藏在你身上。你胡说。我和马捕头曾分别搜索过屋子内外，没发现可疑的纸张。那封伪造的遗书只可能还藏在你的身上。张大人，沈仲平这是想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搜我的身吗？我可是癸卯年的秀才，见官不贵。这个嘛，如果要我说得更清楚一些，那就是这里。
那种东西怎么可能藏在我身上？看你的表情，桌上遗失的书稿就是你手上一直握着的那卷书吧？伪造的遗书一定也藏在里面。不是的，马捕头，把那本书收缴上来检查一下吧。罗世文，你给我站好了别动，把手中的书交给本捕。你别过来，小子，不许识书。住手！住手啊！大人，你看，这里面还真夹着一张纸。我曾与死亡签契，静候他的到来。今夜，他终于叩响了门扉。烦请侄儿世文处理我身后之事，一切从简即可。沈先生料事如神，还真是一张遗书。罗世文，你这忘恩负义的小兔崽子，吴翁对你也算关爱有加，你怎么对得起他？今天非要拿你这小子的脑瓜子磨刀。你胡说，是他对不起我。罗世文，这么说你是承认自己杀害罗佩了？污蔑，不是我。罗世文，无论你和罗佩之间有何恩怨，都不该动杀人之心，更不该构陷无辜。沈先生，不知能否为本官梳理一下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？禀征大人，罗世文最开始的计划其实是迷晕罗佩，用衣柜中的那卷布袋杀害他，然后利用门栓诡计制造他在密闭的房间内上吊自杀的假象。不料在他行凶的过程中，我突然到访，并坚持要见罗佩，因此他不得不改变计划，把先生嫁祸成凶手。在我晕倒后，罗世文从柜子中将昏睡的罗佩抬出并杀害，又将凶器塞入我的手中，然后按原计划弄断门栓，伪造密室，却不知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在现实中杀人跟在小说中想象作案又岂是一样的？死者胸口被刺后流了很多血，完成布置所花费的时间也比他预计的要长，他忙中出乱，留下了许多漏洞。漏洞？有什么漏洞？在弄断门栓时，他没注意到绷进袖口的木闸，他没有时间还原布袋整理衣柜，只能将那卷布袋塞入其中，再将衣柜反锁。不料却把袖口的木闸留在了上锁的衣柜里。最致命的当然是他竟然忘了把遗书带走，只能在案发后再次进入现场试补救。为此他拿走了桌上的书稿，想藏目于林，掩人耳目。我说的没错吧，罗世文，你就是杀害罗佩的凶手。不，你们根本不懂，那是属于我的东西，本来就是我的，通通都是我的。怎么会？我竟然！这小子居然直接晕了过去。沈先生，此案峰回路转，你的表现令我印象深刻，不仅在短时间内洗清了自己的冤屈，还帮我们找到了真凶。了不起。不过本官尚有一丝疑虑。大人请讲。我刚比较了遗书上的字迹与罗佩手稿上的字迹，
两者颇为相近。罗世文尚未承认罪行，杀人的动机亦不清晰。若那遗书是真的，本案难免再生变数。如果想要此案成为铁案，还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，对吧？哦，对对对，不知沈先生有何高见？罗世文假扮罗佩时，穿着他的风衣外套，那件外套从案发现场消失了，应该是在罗世文第一次离开现场时被他带走了。他一定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。哦，什么理由？我猜罗世文是穿着那件外套行凶的，外套上很可能沾有罗佩的血，才不能被留在现场。还有带蒙汗药的朝高也在布置完现场后被罗世文带走了，留给他处理的时间有限，这些东西还在某个地方藏着也说不定。这个嘛，马捕头你怎么看呀？如果发现罗世文藏匿了血衣，此案必然是铁案了。我这就派人搜索去。嗯，这一来剩下的就是程序性的事了。今天委屈沈先生了，咱们一同离开此地吧。